拿去，捣碎了附在骨折的地方。丫头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 做得很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你永远是我的骄傲。没想到忙了那么半天，这酒还没酿好，不如将来等儿子开吧。雷泽，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？哦，很有冒险家气质的名字，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 哥哥，快来呀！<笑>